你看，这些是我们队友，这次我们有救了。敌方的卡尔旧炮把我履带都打掉了，让可乐哥哥把队友都拼出来。太多了，不可能拼完的。可乐哥哥，好啦，麻烦把他们都拼出来。我让小伙伴给你点赞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交给我，我最爱拼积木了。这里有九款坦克，99A、鼠四、KV2、KV1、KV6、KV44，还有虎王、费杰龙、卡尔44、古斯塔夫。哇、哦，太多了吧，小伙伴们，你想先看哪个坦克呢？都要拼出来。咦，这么多坦克，拼到龙年我都拼不完了。小伙伴们，你想看哪个坦克？快告诉我。选哪个呢？要不我随机选一个吧，就它 KV6。开箱。是大颗粒积木，还发现三个眼睛。我现在拼的是坦克动画中的 KV6。很多老粉知道我已经拼了不少坦克，我小声告诉你啊，可乐哥哥就是超级坦克迷，非常热爱坦克，你是不是呢？嗯。如果你喜欢我拼的 KV6，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赞哦。你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哎，小伙伴们，我和你们商量一件事，这里太多坦克了，一天时间肯定拼不完，要不一天拼一个。你不说话，我当你答应啦。谢谢大家。臭不要脸。你们知道吗？ KV6 超级重型坦克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，现实中也没有，但是可乐哥哥会用积木把它还原在现实中来。我拼的 KV6 前后有辅炮台，中间是 152mm 的主炮塔，火力巨大。可乐哥哥，敌方出动卡尔旧炮攻过来了。是的，我们已经扛不住了。行，我帮你加快速度把它拼好。抓紧时间把 KV6 超级重型坦克拼好。你喜欢坦克动画中的哪个坦克呢？记得告诉我，说不定我会先拼它。后面不断更新，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啦。贴上眼睛贴纸 ，KV6 超级重型坦克组装完成。联动性超级履带，前俯炮塔打击前方敌人，后俯炮塔打击后方追兵，可以前方未攻击的主炮台，威力巨大。太好了 ，KV6 终于拼好了。212工程坦克你怎么这个模样？敌方的卡尔旧炮太厉害了，需要你帮忙。没问题，我们走。